公园飞机弄个水煮肉片，有豆腐，有青菜的。别说等一会我们到奶奶家的话，你可以开麦，然后做饭的时候你教他们怎么做。我不会做，奶奶家好像小卖部都有多的很，辣椒酱应该有，就跟老挝这跟他们这一样的，这些辣椒酱都用来挡，就葱木瓜啊，你看葱木瓜啊，或者用来做其他的吹的，你看都是他们那个。可以烤中国菜，炒中国菜肯定不会嘛，没人教。然后呢，那些材料不会放，炒到应该不能吃，炒的肯定咸。大熊，你教一下，为了他聪明。我呢，也没炒过中国菜，就吃过没炒过。老挝火锅，我在这段时间感冒了，怎么没看到他吃过？点了他最近有事情在外面，一直没时间回来，还有点事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我买点粉丝啊，那个粉丝他们现在变了，不喜欢吃粉丝了吧？那变了，他们不怎么喜欢吃粉丝了。我看今天教他们看会不会炒。有时候吃，谁爱吃呢？粉丝，对对，别人说的对，粉丝呢确实没有饭吃，然后没有肉吃才吃的粉丝。但是现在这么多肉，这么多菜，我自己感觉现在的挝币越来越不值钱了。买这么多菜，买这一点点菜也不是这么多，但是也够吃了，也挺多了。说实话，贵就是肉太贵了。以前肉很便宜的，现在肉涨，那个价格有点不相信了。菜都吃饱了，对。总会想好的地方。